攻读《论语》圣训，第二册，第343页。道理要好好的研究才能明白。人生都有一个道理，对不对？对。人生像不像一本书？像。那是不是该好好的研究研究？每天都要研究什么？做人的道理。怎样做人？是人难做，做人难，难做人。怎样做都有人说，是不是？是。那要怎样做到最好、最中庸，是不是该仔细去参研待人处事？待人处事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多一句话被嫌啰嗦，少说一句被别人觉得很呆很笨，被人觉得很呆很笨，好不好受？不好受。谁不好受？自己。那要怎样才让自己好受呢？别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动作而困扰自己，伤害自己。生气别人对你不了解，所以道理是不是要研究？是。是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了解这样的道理，你还会生气吗？不会。各位，来积不积极？积极，还是抱着散漫怠惰的态度？积极的态度。积极的人是有福的，积极的人才会有收获。那么怠惰的人将会一无所有。这一天，这一刻，这一切属于你我，是不是？是。想问问贤士们，这一刻你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来看待这一切的呢？